今天的指挥官特训是烹饪接力。明白，我去准备食材。等等，我们先看一下还有什么要求吧。限时30秒，请发挥构造体的特长，接力完成一道菜品的制作吧。啊，计时已经开始了，我先来帮大家把食材准备好吧。锅、大米、火腿、盐、白糖、红酒，准备齐全。到我了，还剩10秒，很高压，不行，容易夹生，微波辐射，那样就成爆米花了。还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了，露西亚，哦，这样也可以。